我倒的，要过河，这又麻烦，挣钱又少。我是去找个人。找人？找什么人？一个鬼子，报仇。这个年头，鬼子可不好惹，当官的都怕他们呢。 老头，还钱！哎呀，怎么了？嫌少啊？不，送好汉过河，我高兴。哎，让一让，让一让啊！怎么样？来，过来！来，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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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是两个月前来的吗？看看梁思、郝琪。我弟他。我卖吧，大哥哥。行了，我进来了啊。什么？洗里带着吧。老大，干什么来着？不要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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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起，对不起。快点，你们谁是两个月前来这里的？お父さん、お帰りなさい。辛苦了。ハルナ、ハルナは奴らに構わなくていいから。今天待的时间长了些，那另外一个人呢？哑巴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师傅，为什么要盯着他们？等有机会再跟你说。刘科长回来了。
怎么回事？今天抓了个家伙，跟日本人挑衅闹事儿，还要打日本人呢。啊，交给你了。我干什么去了？你这么找我呀？就是啊，就是。我什么都没干，你撞我了。就是。为什么闹事？也不肥。闭嘴，闭嘴。榨不出什么油水。明人不说暗话，找个人，找人，找谁呀？一个鬼子。在这儿你待一夜，也得给我待着。你哪是找人啊？你这叫闹事。无凭无据，那你上这儿来吧。到底要找谁？找我的吧，来。给你们当家的带句话。我跟他做个交易，把两个月前来龙门的日本人的名单给我，我赢他一件事儿。直接给你挑的，笑。结果啊，这可是龙门警局，爷叫薛贵，江湖上有名有姓，说到做到。天王老子也不行，压下去。来将透明。薛贵，不就是那个薛一刀吗？局长，您知道他？嗯，在河那边有点名气，劫富济贫呐，也算个义匪。听说他师父陆爷前一阵子被人杀了，怪不得。这么说他是找鬼子报仇来了，那我得把他关起来，日本人可不好对付。哎，关他一夜，放他走，找个人盯着他，死个人老子不关心。能不能将罪犯缉拿归案，这才是老子最关心的。可是，哪有这么多可是啊？对，到底说什么？那你告诉他，说我薛贵在找他。滚！也可不是在帮你。科长，舒服吗？都查了吗？查了，
都在这儿，就是没有两个月前来的日本人。河那边兵荒马乱的，没到外事科备案的日本人也有不少。说我，这就奇怪了。看见了没？啊，这局长对日本人多少还是忌惮，平时有什么风吹草动，受过欺负什么的，也不像对付平头百姓草草了事儿。你说这日本人，他为什么还是偷偷摸摸的？找日本人算账，这么大的账怎么算？师傅，你到底被什么人所害？为什么？师傅，我想出去历练历练。教你功夫不是让你上山当土匪，我上山锄强扶弱不也是为了道义吗？道义出了这个门就别叫我师傅了。师傅，师傅，韩站长，韩站长，韩站长。啊，爸爸，帰りなさい。ただいま。もう遅いから早く寝なさい。ただいま戻りました。今日は二箇所ズレがあった。写真を撮るときはもっと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れ。は、失礼いたしました。ところで、はとばであったあの気違い。奴が貼ったという張り紙を見たんですが、二ヶ月前に龍門に来た、奴の師匠を殺した仇を探していると思うと。もしや、川崎さんでは、秋山会長の話によりますと、奴の武器は包丁だけだということ。我々日本人はバカにしろ！これが我々の任務だ。愚かに口出し
放せ。おまわりが来るぞ。说，他是谁？他在哪儿？我是传话的，你可以去樱花照相馆找他。アルナ。パパ、どうしたの？あの中国人には関わるな。でも助けてくれたよ。中国人はみんな系列が奴隷と一緒なんだよ。そんな低能な奴隷と春菜は将来結婚したいのか。こんなわがままごとを渡したら一人で日本に送り返すからな。いいよ、早く帰りたいと思ってたもの。春菜、春菜、浅野がなぜ殺されたのか忘れたのか。ここはな、異国の地なんだぞ。おっと気をつけないとな。你是不是陆爷的徒弟？你是谁？我叫柳德高，是陆爷的朋友。看到你这把刀，我就知道了。在下薛贵。我知道。我在街上的天贤号打铁铺，要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尽管来找我。不过，我劝你。不要去找那个日本人。哼，我当是他乡遇故人，原来是个给鬼子说情的。陆爷的仇非报不可，但不是现在，你不是他的对手。多谢你的提醒，师父生前不认我这个徒弟，但是我念着他的恩情，生也好死也罢，师父的仇报了，这个情我也算是还了。谁要是想拦我，试试看。要是还念陆爷的好，就听我这几拳。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不好意思，是你呀，里边请。你先休息一下，父亲还没有回来。你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你放心的话，我也可以给你拍一个。你要找到的，你找到了吗？快了。不用担心，肯定会找到的。虽然那个人跟我一样是日本人，但是心情可以理解。这要是杀了我父亲，我也会为他报仇。啊，パパ、お帰りなさい。今日どこ行ってたの？ちょっとそこまで。ちょっとまた出かけてくるから。気をつけて。あ、稍等一下。记得来拿照片。快跟上。对不起。住手吧！你不是他。陆老土的土地呀，终于找到你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太慢了，你比老头还慢。就这点本事，住手！这不算完，我还会回来找你的。你有那个能耐吗？下次你运气不会这么好了。我再想弄那子鬼，没事也接。罢了，破那子，不让你去。他就是你要找的日本人。别多管闲事。来了，阿鲁哥。
好点吧，是你。先养好伤吧。局长，这个薛一刀要找的人，的确是个日本人，而且没在外事科备案。他是在河那边杀的人，我管不了。 可是，现在还没有死人。这个人是个功夫高手，一定有蹊跷。功夫再高，还能比得上一颗小小的子弹吗？不要着急，用用脑子，把他抓来，就以检查证件为名，敲打一下。 看看能不能敲打出什么东西来。是。八九，八九，站住！检查。安蛋，嗯，干什么？我是日本人，走开！检查一下。有何贵重？ 例行公事，这位是外事科的柳科长，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お父さん。あるな。奥から証明書を持ってきて、警察の方々にお見せして差し上げなさい。彼には確認です。はい。进去看看。是。后面信息想变的地方不方便了。嗯。 这是我们店里的伙计，是个哑巴。是他吗？没错。带走。なんで捕まえるんだ？川崎さんには外国人登録が必要です。それだけですよ。带走。师傅，什么事儿？警察把那个装哑巴的日本人抓走了。 说吧，为什么到龙门来？我们来罚他。
不光是为了躲仇人吧？装。我看你能装多久？什么时候交代？什么时候给他吃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没事，等掌柜的，应该的。你进来坐吧。被警察抓走了，他也是从日本来的，真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啊。我还以为他不会说你们的话，干脆装阿西。是欧西，不是阿西。你看我这笨嘴笨舌的，那照片怎么说啊？小心。小心。夏心，夏心，夏心。哦，这是一个奇怪的人。上次他匆匆的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匆匆的走了。拍的好吗？这是掌柜的拍的。我拍的。薛大哥，吃点东西吧。不吃。你不吃就不吃，你装什么大爷？别来烦我。我不知道你是谁，要不是我师父，我准教训你一顿。来呀，来就来。小鲁哥，别闹出什么事来。他爱吃不吃，你别管他。不知道师父为什么把这麻烦给弄过来。走。师父，怎么了？我就想不明白，你把他弄回来干嘛呀？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会不会影响师傅你的事儿啊？不会，师傅。哎呀，他是陆爷的徒弟，是为了陆爷的仇而来的，我不能不管。再说了，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也不会饶过他们的。哎，对了，你让向南看着他，别让他出院子，啊！快去呀！局长，怎么样了？这个川崎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到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一口水也不喝。好，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好，我等着他们。局长。什么事儿？日本商会的秋山会长和照相馆的福田先生过来，他们要求见见你。不见。等等，要是他们坚持的话，你就告诉他们，今儿晚上我去戏院听戏。明白。局长。您真想见他们？
连商会会长这个老东西都搬出来了，好，真好。陆将军，听说你很喜欢格斗，所以带了一件礼物给你爸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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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错啊！好，好啊！敦煌金卷。民族瑰宝啊，难得难得呀、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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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贵重的礼物，在下实在是不敢收啊。这无功不受禄嘛，啊！那件事儿还要麻烦你，张琪刚来云南，人生的不舍得。没来得及不对呀，就这样，请您高抬贵手。哦，有这种事儿？长生，在，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例行公事检查，发现川崎没有来万事科备案，就关起来了。哎呀，死脑筋呐！哦，可能出了点误会，啊，我会斟酌让他们解决的，你放心吧。右老局长，那我告辞了。不送。不会真要放他走吧？嗯，当然要放。一个普通的日本平民，怎么会让秋山会长亲自出面？更何况，还送这么珍贵的礼物，有意思，很有意思。局长，长生啊。学着点儿，这是咱老祖宗的东西啊，这叫什么？物归原主。也可以出来了。申し上げなさい。やはり計画は中止になりますか。いや、任務の完成を急ぐんだ。そうですよね。軍が甲賀を突破さえすれば我々はこんな目に遭わなくて済みますからね。落ち着け。いいか、俺は中国に来て10年だ。やつのことはよく分かってる。愚かで自分勝手で互いのことを考えず自己主張だけは一人前だ。こんな奴らに希望などありやしない。奴隷をやってぐらいがお似合いなんじゃないか。奴は我々に飛びついて鬱陶しいばかりですからね。その奴についてなんだが、気を見て。
一把刀要经过上千次的捶打，数百次的磨造，才能称其为一把好的刀。柳叔，教我。教你可以，你得告诉我为什么要学。为师父报仇。你可以偷袭，可以用枪，可以用计，这些都是不义，我不能丢师父的脸。再难也要振作，陆爷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是怕我父亲再杀人。辛苦了。爷，说的对吗？说的很好。那我先走了。好。刀出去，要想到收回来。飞鱼刀是奇门兵器，出和收，便可化手为攻。刀虽短，但胜在虚实的变化。一味的讲求力道，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小鲁哥，打铁去。掌柜的，今儿去哪儿？剑南。剑南？那儿荒山野岭的，没什么景致啊。热死。对不起，戴先生。
すいません。はい。ごめんなさい。父がまだ戻っていなくて。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いいえ。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科长，也搞不清楚这帮日本人到底在搞什么鬼。跟着福田的兄弟查到什么了吗？他每天都有出门，但是尽去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这段时间码头上也有动静，有几个日本人来了也不进城，很可能跟福田他们有关联。叔，今天夜里他们可能要出门，我们要抓紧时间了，想办法跟着他，看看谁和他们在联系。知道了，叔，去吧。ご安心ください。地図は間もなく完成いたします。急ぐんだ。はい。地図を受け渡しには他の人間が。你是谁？那跟他接头的人是什么人呢？我没看见，应该也是日本人，叽里哇啦的说了一通。你胳膊有伤啊，明天呢你就不要去了。师傅，你还是让我去吧，要不然他们会怀疑的。好吧，那你小心点儿。お前そこにいていい。
りなさい。辛苦了。哎，春兰小姐，请问那个乌 A 是什么意思？那看 C 呢？啊，是完成的意思。妻子，完成。妻子，妻子是地图。啊，原来是这样。前两天是不是你一直偷偷跟着我？原来我没有看错。徐奎，您别拦着我了。你现在不能走。为什么？你知道陆爷为什么会被传奇杀害吗？我只知道要为师父报仇。薛贵，陆爷和我一样，都是为了阻止日本人传送情报。我们跟我无关。不管是我死，还是川崎死，都和柳树你没有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会有计划的。等到川崎和福田完成了地图，我们再摸到他们的接头人。你们收留我，怕我坏了你们的事儿吧？在为师父报仇这件事情上，我管不了那么多。薛贵，你再等一等，我们一起去找川崎算账。师父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想的太多。薛贵，薛贵，为什么来了？快走吧，快走，快走！安琪呢？他们还没有回来。你快走吧，快走，走，走！我求求你，快走吧！告诉川崎，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会死的。我已经死了。素晴らしい出来ですね。啊，地图终于完成了。明天一早就让他们把地图带走。これまでの苦労がやっと報われるな。我怕薛贵闹事，先把地图拿来再说。师傅，我跟你一块儿去。不行，川崎的武功太高，我去拿地图。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就去找薛贵。找他干嘛呀？不管怎么样，不能让日本人把地图拿走。我听说呀，这一院子的人呢，被人都杀光了。真的假的？这天祥浩也不知道跟什么人结下仇了。你说什么？天祥浩？就前面卖刀那个铺子里。我当时你都吓傻了。让我进去。你家没啥真惨呐，让他进来。丧尽天良，就是说，有什么？哎呀，真是，香烟，看一看嘞。卖香烟了，香烟。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局长，柳德高的身份查清楚了吗？都查清楚了，原来他是抗联负责人。从现场死去伙计身上的刀伤来看，应该是日本武士刀。来嘞，照相馆里的日本人钱爷三个月前被人杀了，应该是柳德高干的。估计这一次他们是为了报仇。
精彩。这真大哦，还有呢，还有就是那个为了给师傅报仇的薛贵，跟柳德高又有牵连。找到那两个日本人，不要让他们跑了。是。局长，后面的事情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嗯，找到薛贵，把学习天祥号的罪名栽到他的头上，这样好结案，你来负责。多谢局长栽培。将来就算日本人打进来了，这龙门还是咱们的。来，快点，快点！先放啊！给我仔细的检查。看什么看？赶紧干活！师父死了，小奶也死了，兄弟们都死了。是不是传奇干的？那天晚上，我打听到他们的地图已经完成。中计了！呀！都怪我！为什么你丢了他了，师傅？薛大哥，师傅说了，他死了就请你找到真正的地图。起来。你要去哪儿？我要为师父报仇。
你还记得前月接口令吗？不仅要报仇，地图也不能丢。我为什么要逃走？我要杀了他。今そこで数出るぞ、みちなさん。どうしたの？今この辺り非常に危険。わかります？消し。传奇在哪儿？不在了。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父亲。我只想知道传奇在哪儿。我得再猜一遍。现在吗？快点，跟上！快点，跟上！现在不是时候。天亮后。快点，快点，快点！记者，过来。站住！不能上！科长，干什么？科长，把刀放下！你为什么开枪？这是局长的意思。天祥号的事儿本来找薛贵顶罪，现在福田死了，还不知道怎么交代呢。遅いくださいませ。すべて知られ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お先に。自分にはまだやるべきことがございますので。
得行的事。秋山会长，请留步。再不停船，我可要开枪了。开枪！局长，秋山果然说话算数，他留下的金银珠宝都在那。好，太好了。秋山案发逃跑，下全城搜捕令，一旦拿获，严惩不贷。是。再不放下刀就开枪了！我说了，我叫我师父报仇，要给柳叔报仇。他身上有情报，你要是杀了他，柳德高就白死了。只要我到了锦家军，就会没事了。放心，我会再来找你的。
嫌犯已经坐船逃跑，听明白了吗？是。走。柳叔，对不起，我没有听您的话，把您和师父的仇给报了。地图，我一定会为您找回来。回家去吧。回日本去。四，快点！哎，说你呢，大宝。快大宝。喝完吧，佛头子，怎么样？来，上船。所以别掉了啊！等会儿，还有一箱呢。哎，拿好了啊！来，好，哎，这还有子，这边还有人，哎，来了，来，上来了啊！你们坐稳了，我这说嘛，今天呢是个好日子，哈。走喽！我还要去河对岸找个人。